学特异。我们的主产品是三本立体迷宫书，以立体书作为媒介来进行类似大富翁的桌游，透过游戏，不管是大人还是小朋友，都可以从中得到乐趣，还可以更了解关于故宫、罗浮宫、大英博物馆的相关知识，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。首先是我们的故宫，故宫的故事是海底古城，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些贝壳、城堡，还有城堡，然后这边有很多鱼，大家都可以在这边得到海底古城的乐趣。好，接着是我们的大英地宫，这是火山，很明显，你可以看到它这样子喷发的样子，这样子合起来，然后再喷发，这是城堡，宝藏，在这边你可以享受到更多乐趣。接着是我们最后的梦魇森林，罗浮宫。看到这美丽的糖果屋、城门、城堡，还有后面很阴森的森林，还有接着是这边的月亮，月亮那边有一只兔子，然后这边就是蘑菇丛林，里面有邪恶的老巫婆住在里面。每一本迷宫书都会有放置的盒子，盒子里头不仅有迷宫书之外，还会有八种不同的小木偶，可以做游戏，还有内附八种不同的游戏卡牌。这些就是不同卡牌，有陷阱卡、黑卡、白卡，一些奖励卡什么的，更多滋味都可以在这边尝受到。再来是我们的周边产品，我们有超级超级无敌闪亮亮的台灯，有没有？不睡吧？睡。就算在夜晚，你也不用担心会被车撞啦。再来是立体的益智游戏迷宫。哎，这个立体小游戏啊，那三层，然后呢会跟着骰子这样跟着动，然后就是你会看到下面一根柱子嘛，那个柱子呢，当你到了这个白点啊，你就会跟着下来到下一层，下一层玩跳跳跳，谁先到最下层谁就是赢家。还有手提袋、漱口袋，我们总共有三款，第一款是手提袋，然后再来是中型的漱口袋以及小型的漱口袋，每一个袋子上面都有我们精心绘制的图案以及我们的 logo， 不仅实用又美观。再来是笔记本，每一本笔记本上面都有不同的图画。够水吧？够水。我们的主要产品大概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。